为丰富华人华侨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中心开设了少林、太极、茶文化等各种公益讲座，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。在中心的各类活动中，活跃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，他们学习着，也在无私地奉献着。他们的热情点燃了夕阳的光芒，也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房。让我们感受到了最美不过夕阳红。多少情爱化作一。